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香港汇利银行，这是香港汇利银行的官网。汇利银行是获香港金融管理局颁发牌照的香港虚拟银行，是香港第三家成立的虚拟银行，成立于2018年，最近呢也是开放内地人在香港注册。再来看看香港汇利银行的优势：无需预约，手机客户端申请开户，没有最低存款要求，也没有账户管理费。支持绑定 Apple Pay，可以免费申请一张好用的万事达的虚拟卡。有投资账户，货币基金的收益高达5.3，而且能撸200港币的羊毛。支持 EDDA、FPS 转数快入金香港券商，比如香港的富途、长桥、老虎、华盛等。开户的要求就两个：第一，年满18周岁；第二，肉身在香港。线上开户的流程也很简单，你也不要记这些步骤。你看，下载客户端，在香港注册，上传身份证和港澳通行证、人脸识别这些。其实你在香港打开客户端，根据官方的引导一步一步注册就可以了。唯一要说的就是提交出入境记录，打开微信或者支付宝，找到国家移民管理局，选择中国公民服务，找到出入境记录查询。提取 PDF 文件上传，这个也很简单，你可以先在内地尝试操作一下。最后审核的话，基本上也是秒过的。你在审核过程回到内地，也不影响你审核的结果，基本上都能通过。最后，如果大家想开香港银行账户，配置外币资产，可以进群找我，我也不是中介，可以免费指导大家赴港开户。有港美股券商交易需求的，比如富途、老虎、长桥、华盛。盈利、卓瑞这些香港券商还未开户的，也可以进群找我。我这里的券商都配备有专业的客户经理，大家在开户和使用过程中有任何疑问，都可以咨询客户经理。OK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